台湾青年行，南向博感情 ，Let's go！ 来自全台湾的外交小尖兵，透过戏剧表演、英语即席演讲、一直问答，展现年轻世代的外交实力。Are you ready？ 千万不要错过109年外交小尖兵，就在公视频道。